乖乖睡觉啊。夫人，夜深了，我抱公子回去睡吧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我再抱一会儿吧。夫人，这即便是亲母，也未必会对孩子这么好啊。这孩子虽不是我亲生的，但却是阿庸的骨肉啊。只要是他的孩子，便也是我的孩子。夫人，您这是爱屋及乌啊，郎主真是有福才能娶到您。就你会说话。你回来了，带云儿回房睡吧。是，夫人。你累了吧？我伺候你沐浴。你为何对我这样好？因为我是你的妻子，因为我爱你啊。我对你好，不是理所应当吗？可是我对你并不好，而且我们只是各取所需的政治联姻。你怎么会爱上我呢？政治联姻与我爱不爱你有何关系呢？联姻也是一种相识的途径，我还要感谢两国联盟，才能让我认识你啊。我第一眼见到你之时，便已经爱上你了。要付出多少，不求回报。我也曾倾尽所有的努力去爱一个人，却看不到希望。并非努力就会有结果。谁能告诉我，放弃一个人，到底该怎么做？珍惜，也要倾注在懂得珍惜的人身上。阿庸，失去的其实从来都不属于你，而我一直都在。只要你能回头看看。